欢迎继续收看相关新地方的南投新闻。今年溪底乡农会的红地平埂已经完成报名作业，因为今年地青采收拄着落雨，加上被虫害关系，产量减少大约两成，报名件数比往年减少一成。将伫10月11日、10至13日进行平埂，然后伫红地文化季进行颁奖，并营销品质优良的红地。10月溪底乡农会拢会举办红地平埂比赛。其中台地18号的市场反应好，因为天气的影响，地青的数量比往年少。啊，伫只吼，比较顶年比较开吼，因为阮顶年装修吼，18号啊有总共有503件，啊，不过今年吼18号啊明显吼有稍微落伫成半左右的数量，啊，稍微今年装修吼现主是18号是423件，啊。这个件数吼，会较减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7、8月啊时阵吼，咱因为雨水较侪，所以吼，咱有的地吼较薄新，所以咱的咱真侪时段吼，咱这农民吼，为着顾着家己的品质，所以吼，交的比赛量吼，相对性较少。虽然今年红地收成量减少，不过地青的品质比往年好，地农真欢喜，期待比赛拼出好成绩。我们现在今天是9月28号，那缴茶之前的前2、3个礼拜天气都非常好，所以我们最近的茶的品质哦，采收都非常的不错。那我们也期许今年会有一个不错的成绩。今年收成比较慢，嘿，因为雨水今年头啊伤重，过来摊开，啊，到即摆来雨水较少去啊，嘿，安尼，有较差一丝啊。哦，减少1/3的哦，我的部分安尼啦。今年溪底乡农会举办红地平埂，报名地农真踊跃，品质嘛比往年好。到时比赛将会非常的竞争。今年哈，因为拄开始的时阵，春天的时阵哈，较无雨水，过来的时阵雨水真侪，所以导致咱今年的地哈，一水的时阵拢爱分几下变慢，啊，拢会动动丢丢安尼。但是安尼整体来讲，咱的品质嘛提升啦哈，因为你来安尼，大家拢会捡了较水啦。阮比赛的时阵吼，伫今年吼10月，啊，咱的11、12、13这三天吼，会落去做咱的评审。咱邀请到咱的地界场的地厂的厂长吼，来带咱做评审。啊，伫遮内底，阮分着4项地，第一项是8号啊，阿萨姆，过来18号啊，红玉。2号啊，鸿运，阁有一个咱台湾山地4项的比赛。啊，伫遮吼，咱4项比赛吼，伫咱得奖了吼，伫10月22日，咱的红茶季的时阵吼，来做咱的颁奖典礼。溪底乡农会欢迎民众月底来参加一年一度红茶季，购买上佳好的日月潭红茶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